办这样活动，我们活动名称叫“20+1”，站在云林。那20代表就是云林的20个乡镇，哦，那一就是由虎侦探来带大家玩这20个乡镇。那所以我们希望推广云林的一些在地的美好事物，哦，包括农特产，包括我们的风土民情，哎，那让透过一次一次的活动，让大家更深入的玩云林。